然后他就是靠杀人之后，他的魔法又会法力又会提升这样子。可是如果只要你跟他讲话的话，那会怎么被杀掉？会怎么被杀掉？可能就是黑魔法，黑魔法。嗨，印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咒的导演柯慕容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宣燕，我在咒里面饰演的是李若男。对，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些印尼的都会恐怖传说，而且我们会帮这些都市传说评分，看看哪一个是最可怕的。嗯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印尼的鬼故事叫做，它叫做孙德波隆。孙德波隆，对，它是一个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洞的女鬼。你不想要知道是哪一种洞吗？哪一种洞？会很紧张。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，我以为是跟我们片子里面的洞有点像。对，的洞有一点像，但是据说是一个很大的洞，然后你可以从它的那个洞里面看到。所以是整个穿透的那种？没有，你会看到它的内脏啊，一些器官在那个洞里面。然后它会在晚上出来去杀死曾经辜负它的男生。对，它是一个怀孕的女鬼，所以只对男生有威胁。哦，所以对我没有威胁。对，对你一点都没有威胁，它是只管男生。那就好。对，然后它最可怕的地方是，你知道它背后那个洞是哪里来的吗？哪里来的？因为它死掉的时候烂掉了，然后它是怀孕。哦，所以它是死掉之后，然后小孩子没死，从它背后那个烂掉的洞爬出来，所以它身上背后就有一个洞这样子，在找辜负它的男生。OK。但这个我就觉得，知道原因之后就蛮可怕。你恐怖程度一到十，我原本想说跟女生没什么关系的话，我可能就会给比较低的分数。多低？就是对我来说，恐怖指数可能就四分，因为跟女生没关系嘛。但是看到还是很可怕。不是，可是如果你刚刚讲小朋友从他背后爬出来，我就觉得蛮不舒服的，而且有点哀伤。对，也是妈妈跟小孩。对啊，所以我可能就会给到。你要说是，现在六分。我自己觉得这故事蛮可怕的，对。但是我，因为他只会去跟辜负他的男人报仇嘛，对。所以我差不多也是给六分吧。所以世界上的负心汉们，你们大家都要小心。这个分数会比较高。那换我跟你分享一个。好，就是这个故事叫做 Nenek Gayo。 他就是在讲一个白色长头发，头发很长的白发的老太太，然后她会穿着那种传统的服饰站在路边，然后就是手上会拿一个那种类似可以装水的椰子壳装水的东西，然后她会跟路边的人搭讪。可是如果只要你跟他讲话的话，你就会被他杀掉，因为他是练黑魔法的，所以你被他杀掉，他就是。那会怎么被杀掉？会怎么被杀掉？可能就是黑魔法，黑魔法。没有，他怎么杀人？应该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看过。然后他就是靠杀人之后，他的魔法又会法力又会提升，这样子。他就会杀更多人。对，然后他就越来越强。啊，好，那你给这个故事一个分数，你觉得？分数，我觉得我会有点害怕，因为你分不清楚他到底是正常的人、正常的老太太，是有问题的老太太，所以你很难防备这种事情。我觉得老太太是个蛮可怕的形象，就是而且你有时候看到老人家，你会不自觉的升起一种同情。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整个人在那边怪怪的，我是觉得你不敢过去。这个故事，如果是我会给他，我觉得他不会比上一个高。对，上一个是六分嘛，这个应该五分。我应该也是五分。对，然后我要再讲的故事是一个叫做 Hantu Jelbulun 的传说。Hantu 是鬼的意思。哦。然后 Jelbulun 是雅加达的一个牧人，他是个地。所以就是一个墓园里面的鬼，对的鬼。然后传说他会一直在，常常被看到在坟墓里面有一个人提着他的头，然后牵着一只狗。那他自己有头吗？
他自己没有头，他就是提着他自己的 头，对，然后再找自己的坟墓。嗯，对，他就是在荷兰殖民时期的一个牧师，然后他死了以后啊，他一直在那整个地区找自己的游走，对，找自己的坟墓，然后被很多人看到。我觉得这故事蛮真实的，因为它等于是那个地名的鬼，可信度蛮高的。对，一个地名的鬼，那地方一定是很常被人家看到，才会用地名来作为它的名字。那你觉得这样几分？我觉得最少，我觉得有七分。我觉得有八分。你真的很胆小。不是。那换我跟你讲一个。好。我这个是故事，叫做《微微公表》。就是她就是一个女人，然后她会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她会出来，她会出现，然后如果那个时候譬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啊，太阳下山了还不回家，她就会把那些小孩抓走，然后把他们吃掉。哦，所以很像台湾的虎姑婆。对，就是好久好久的故事。对，虎姑婆的故事是小朋友晚上不睡觉，嗯，然后不乖的话就吃手指头会被吃掉，然后全部以后再吃掉。哦，那这个一定是印尼很从小就会听说的故事。我觉得是，就像台湾一样，小朋友会听到的故事这样，这种比较古老的鬼故事。你会给几分？我会给四分。这么低？对。因为如果是小时候听到的鬼故事，长大就比较不怕。因为它会比较像是大人拿来吓唬小朋友，叫你要乖乖的，要赶快回家。虎姑婆是类似这样。我小时候不睡觉，我妈妈就会叫我说虎姑婆会把我吃掉，所以它可能是小朋友在外面玩不回家，然后对，然后就会。那我应该会给五分。嗯，就永远比我多一分。好。所以你觉得哪一个最可怕？其实我四个故事这样听完，我自己最有画面跟代入感的是第一个故事，背后有洞的那个女人，因为我觉得一个死掉的女人躺着，然后腐烂到小孩又从她的背后爬出来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画面感很强。因为她背后爬出来之后，她还会起来找，所以我想象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我其实是蛮不舒服，会有点反胃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想给她第一名。我也有点后悔，我也想要给他第一名。对啊，这个是我觉得这几个故事里面听起来最可怕的。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要谢谢我们印尼的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些可怕的都市传说。对，很谢谢大家对于咒的支持。那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呢，全球独家只在 Netflix。